妙的夜晚。虽然我们素未谋面，氛围阴沉，音乐渐缓，每个人手的一份不坚定。MV 压力猫也翻开剧本，我们故事现在开始，每个人介绍自己的身份，记录在面前的这张白纸。第一位玩家身份有些神秘，像是某国的公主。第二位玩家是大道士，为他的职责是拥护。第三位玩家扮演的王子，他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最后所有人目光一向我，问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，我看看身份，说我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阳光开朗大男孩。我的唱只有微笑，气氛变得逐渐焦灼，每个人都在争辩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，在一条条线索公开之后，讨论越发激烈。你按照轮流发言，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公主身上的毒药，她说是为了暗杀王子，再到是被身上的佩刀，牙齿也没有清晰的样子。王子准备的生死与暗器，但他没开始动手。